就是联合台湾联合大学系统是怎么样一个系统，可不可以请您帮副校长帮我们解释一下？好，台湾联合大学系统主要就是包括四个大学，国立中央大学、国立交通大学、国立清华大学跟国立阳明大学。那当初之所以会成立，主要的原因就是说这四个大学都不错，在台湾都是研究型大学，但是都而且各有特色。阳明就是生物医学嘛，嗯，中央就是今天的环境科学，是太空啊、哦。那清华就是理学研究很不错。那交通大学大家知道那个资讯啊，那个 IC 产业啦、啊，都不错。但是各有很多的缺陷啊、哦，各有缺陷，因为都不是完整的大学。跟台大来比啊，跟国外的一些有名的大学来比，哈佛大学啊，在比都不是完整的。往那边过去一点，这声音我觉得，那边外面声音很大。对，那所以我们就那时候在2001年的时候就想说，成立一个大学系统，英文叫 University System。那这系统呢，这有点类似学加州大学的系统。加州大学它是一个加州大学有十，现在应该有12个 campus 啊，伯克利啊等等这些东西。那我们是希望说彼此间能够合作，那然后主要当初成立的目标就是整合资源呐、啊，然后发挥互补性啊、哦，然后追求学术卓越，所以在整合资源方面就是教学的合作啦，研究的合作啦，教学合作就是所有的学生可以跨校选系，选课啊、哦，选课，那我们现在大概一年有。应该有4000多个学生跨校选系选课，那这当然包括现在比较先进的网络课程啊，还有通识课程啊，所以有4000多个学生。那资源共享，例如说我们四个学校的图书馆把它整合在一起，我们现在学生只要一上网就可以，也只有一个网面页面，然后这页面你只要就可以看到四校的所有的图书，那你只要一按钮说你要借别的学校、别的老那个当校的，就优先保留给你啊。所以我们有一个交通车，应该不算交通，不应该说交通车的，而是巡回车。有一个有雇一辆车子哈、嗯，然后让学生跨校选课啦、嗯，还有资源的流通啦，例如图书，就是你今天一借，大概保证2个工作天以内你就可以拿到书。啊，所以一年大概有3万5千多册到36000多册跨校借的，啊，那还有成立那个，我们也成立那个，跨校的研究中心，啊，也很多研究中心，例如脑科学研究中心呐、啊，是由交大还有清华的啊，清华、清大他们一起。交通啦、啊，还有阳明啦、啊，中央合起来的等等这些东西，所以我们应该是这样做资源整合的。那现在我们要更做进一步的，就是可以跨校转系，就是使四个学校的学籍是一样，就是说你在这边在阳明念一些系不想念，你想念清华的物理，你就可以直接转过去，还有直升博士，然后我们也成立了。国际研究生院，然后四校跨校有学位学程，那这教育部也都承认了，就是台湾联合大学系。我们先成立的是叫亚暨文化研究那个硕士学位学程，可以招国际班、国际学生，也招国内生，大概是就是这样子。像今天这个，然后我们也募款了，还有一个更重要，应该知道，我们就典范学习是非常重要。所以我们募款进了温世仁基金会，直接叫温世仁学术卓越讲座，也从2007年开始，好像到现在已经有16位诺贝尔奖得主来到四个学校来演讲。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，就是那个学术伦理。那我们就有，这是第3个轮，可能要成立了，还没跟那个 Orisky 讲说，可能要请他做环境伦理的讲座，大概是就是这些东西合作的。好吧，OK， 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。